我们铁力是中国绿色生态水稻示范市，上百年的稻谷文化传承，精耕细作的种植理念，呼兰河上游的山泉水，赋予了这片土地源源不断的力量。铁力属寒地黑土，有机质含量高，加上充足的日照，所产出的大米色泽洁白如玉，米质晶莹剔透，口感香甜绵长，营养丰富多元。蒸煮时啊，您就能闻到浓郁的饭香。铁力大米多次获得森博会金奖和放心米等荣誉称号。袁隆平院士为铁力绿色水稻基地亲笔题字：绿色伊春，绿色水稻，寒地精米，造福人类。品铁力大米，享健康生活。我是陈岩，我推介铁力大米。